换个桶干嘛？拜拜，不是哦，注意啊，阿伯来倒粪扫的，很可能那个甲民宿在吃 ，OK， 民宿边啊气喘，哦，到延伸到遐后边，69号。64平，室内面积64平。我这一块，这一块，我听人家说这一块多，这古代还早。哦，还够早哎。哦，这个啊，古代的。这早。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这个东西啊。哎，是吗？嗯。嘛，人要叫用遐煮饭很难，食，去拍电影会使。啊，这厝就较悬哦。后壁这两间较悬。那个中间哦，中间也可以上，它旁边也可以上。啊哈，两边。那个看一看。欸、这个有翻修过哦，哦，这晚上有修过，修理，哦，哇，这道过去啊，嗯，别个啥，这道表，这道表别个厉害，别个啥，厉加毛笔，加毛笔顺，咚！哦，加毛个笔顺，惊都惊咧，加毛笔，加毛笔顺顺咯，哎，这有修理过，加毛笔顺，这顺掉个啥啦？这刀锋掉，加毛掉，这刀锋掉是掉。哦，屁股都顺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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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外面还好啊，外表是好看，那内底个看有笔顺，就来去这个贴顶看。啊，这顶是政府的嘛吼？这顶政府的对。这顶政府的哦 ，OK。哦，遐破遐去啊。好的，不离的，就应该喝落水哦。哎，对，哎。这若唔紧，遐小创诶，这到时放一冬了，这就收起去。哇，这肯定很危险哦，哦那边。嘿，已经把收起啊，就别遐去啊。哎，所以这个爱爱有人带来，这根收了了啊，一支嘿。所以有古早厝就拜拜呢，因都拢用这个茶吼。长不动头。嗯。然后要换那个木头，又大工程。对啊。足无彩，迄就是观念未改吼，常常那边用插落去都一定安尼。啊，啊那结构体呢，歹哇，就歹卖啊，歹卖。好，啊，无这些羊肉呢，甲保存下来是蛮不错的。哎，它中间这个，哎，弄破去啊，哎，嗯。
嘿，外面破起就先来摆，破起了，迄个茶啦、淡吼，都淡落。用这个用意，就是为什么要弄这样子？是为了造型好看吗？还是有什么特殊？这嘛无什么特殊意义，一般因为较早的人家知影王记种的是耐热防潮尔，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啊，这当然建材有限呐。哦，以前只能选的只有这些建材，我猜咱即马，咱即马建材太侪，通算。嗯，阿姨，这栋没花这钱。猜这嘛，我发了，这人唔处理嘛。榕树诶。系啊，迄个串根落去，迄个慢掉。我要串筋加筋，会甲慢掉。啊，你真厉害！哦，厉害！无人甲饲水嘛，发甲感觉慢掉是暂时的，这筋无起来，同款阁会活。这样嘛，未死啊？未死，嘿，是较袂哦，较大丛啦，伊即块规丛都出掉了，发。所以这要做厝的主人，拢爱注意这個，爱菜笋 ，cash。啊，来一个红龙洞。哦，哎，刚告啥来？刚伊的。也是他的。也是他的哦。伊告对，告在黄龙洞都一样，告迄个坐，告迄个古厝边啊坐就对了。嗯。嗯嗯嗯嗯，这摆菜就是咧弄碧笋，嗯，哎啊碧笋就开始流水，尤其遮热啊热到遮厉害了嘛，哦，比较厉害。哎，那是去写一帖，这是安怎？这，哎，四间房间拢写帖。这结构干不会有问题。今天来，今天来，我帮他加来。哎，要帮我帮忙。哎，是结构的问题啊，先生，结构问题都哇败啊，败仔啊。你那结构的问题呢？现在哦，哦，这嘛是要拆。最较早人哦，无多，迄当时代，就是干那样安尼去设计的。咚。侧门，边门，这个楼梯间，够地下室吧？哦，还加个地下哦，好够，有无？